點樣揸弓啊？有啲人成日會咁樣直曬啲手指，或者咁樣撐開曬啲手指啦嚇。OK， 揸弓係咁樣嘅，好似揸住一隻杯咁樣放鬆隻手啦，拍支弓埋去呢個凹位嗰度，手指弓喺呢度裏邊，藏喺裏邊。呢兩隻咧就搭住呢個位置，食指就分開少少，用呢個力發落去嘅。手指尾咧係放鬆咁樣樣嘅，個形態就咁嘅，打橫咁樣睇就咁樣樣嘅。隻手背向呢邊，因為你要咁樣發力，用呢度發力，呢度係加力，呢度係減力。加同埋減，支弓過咗上半弓，過咗下半弓之後，喺上半弓嘅時候，支弓輕咗啦，咁你要用啲力撳翻低佢啦，上翻嚟就調翻轉啦，撳翻起支弓或者放鬆隻手啦，手指弓就綁住佢啦，呢兩隻手要包住支弓嚇、啊，有啲人會伸直咗啊，唔知點樣拎咗上嚟嘅，咁你啲力就傳唔到落去啦，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咧就貼住支弓，啲力先會傳到落去嘅。有時咧你會揾支弓，你想象到個琴係晾住支弓咧，其實支弓係唔會跌㗎。有就剩翻兩隻手指都可以咁樣 hold 住支弓，隱形咗支弓會係咁樣嘅，一個向上嘅力，一個向下嘅力 hold 住佢，手指尾唔好直，要練呢個角度啦，整手甲啦，咁樣 hold 住，係啦，一個加減咁樣平衡咗支弓啦，跟住包落去，咁樣發力，拉弓嘅時候會咁樣喐 ，OK， 好，大家試下咯噃。